熟悉王一博的人可能会被他这张脸唬住，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高冷的男孩子，但其实他的笑点真的非常的低，根本忍不住的那种。说玩憋笑挑战的游戏，结果才开始介绍规则，他就忍不住了。我知道你是非常酷的，你先别笑，别笑，动，别笑，弄得还有一点难度都没有。超哥，咱们一博除了名字叫酷盖，他这个人真的跟高冷一点关系都不大变。就拍一张严肃的相片时。如果是遇到金靖这种，那他更是忍不住。我叫艾姨。艾姨，哎，这个名字从我跟美女聊天呢。试图吃菜忍住的一博。拍拍自己的脸，企图忍住，结果。要是小月月这种的话，别说一博，连我们都忍不住好吗？你的水有点太热了。最后那场戏是吧？对，舅舅怎么想的？太棒了，当时真的，我的妈哟！我演的时候是绿布，我天哪！然后他那个导演说，那个舅舅需要哭，我说我眼前啥也没有，我怎么哭？我怎么哭？导演说你就哎，仿佛燕子已经跑了，我唰我。眼泪止不住啊，各位，眼泪止不住。所以我们的王甜甜真的超级可爱，好吗？